亚运会男篮的比赛再次成为焦点。时隔多日后，小组赛输给中国男篮的菲律宾，男篮主帅吉奥突然抱怨了当时的判罚。当场比赛，中国男篮得到37次罚球，菲律宾只有15次。对此吉奥表示很不满，因为现场的裁判是香港人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怎么能让香港执法中国的比赛？这绝对不合适。香港不能执法中国的比赛了，吉奥显得很不爽。一般对于对手赛后找借口质疑我们，网友都会表示不满，但这次他们却纷纷给吉奥点赞。央视解说员瑜伽调侃，可以说是非常有觉悟的一位教练员了。网友就冲他这句话就得给菲律宾主教练点个赞，这个教练我喜欢，下次换个台北裁判。你还这么说哈，对于你的抱怨我不想反驳了，这是我第一次不想反驳对手对我们的不满。你都这么说的，那我们这次就认了。